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知道，发生了什么我都知道，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。
生桥认证通过，正在请求更高网络权限。再次向您确认本次调查任务目标，前往工地寻找线索。我会通过通讯仪与您时刻保持联络，与您同步情报，提供必要指引。最近的侦察塔，用侦察塔扫描一下整片区域，尝试定位我们要找的目标位置。马老大的信息是一个幸存者向生桥提供的，我们首先联络上他，获得更多信息。
生桥认证通过，正在请求更高网络权限。小区内可能会有很多隐藏的危险，一定要格外注意。别再哭了，不要发出声音。把前面那个异种走了，我们立刻跑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直接前往工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马老大吧。看看屋子里还有什么遗留的资源，都拿上。
先等一等，有点不对劲，前方侦测到异种聚集，数量不少。先把这些挡路的异种清理掉，我们要找的人可能藏在工棚里面。
你说科学里面来过病，那群疯子。什么是我？你谁呀？这种事儿，我劝你啊，什么时候了？这个宇宙科学。我们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人，马老大的话也不能全信。务必小心。信号是毒物种的，这是种非常罕见的异种，会向外释放剧毒的排印子。没想到这种人遇上这种难缠的家伙。这种特殊的异种的拉宁河上附着有程度极高的排印子，记录了很多重要信息。取得他的拉宁河，带回藏身所，用信号电信息进行解析。获得更多情报。
先回藏身所，我们先解析看看能得到什么信息，再确认下一步行动。 你所在的位置突然出现了一个帕因子峰值点，立即寻找最近的撤离点撤离，快速从迷雾中脱身，千万不要跟迷雾中的异种纠缠。 撤离通道，回到草原所，我们从长计议。